成立十七年的台南市东滨爱心会，长期热心公益，帮助弱势，除了提供社会救援救助服务，更伫每礼拜固定发送爱心便当。伫岁末年终之际，更会办理弱势买月活动。今年活动也已经是迈入第三档举办。台南市东滨爱心会啊，阮台南市东滨爱心会已经做十七年啊，第十七年呢？啊，伊会受到咱吼啊公家机关、甲咱吼遮个哦企业机构啊，大家肯定啊，所以咱今年呢啊，都我是阮已经做第三年啊，吼啊到这个年底呢，阮就是拢有要来吼啊，互遮个哦遮个低收啊，甲遮个独居老人、残障啊菩萨，吼，互因吼安尼会当哦，互因食些小小，互因会感觉讲啊社会温暖。除了吃大餐，爱心会嘛有安排义诊，或者参加活动的朋友，拢会当水水过新年。吃饱，我阁会当互因安尼有一个伴手礼，互因啊安尼啊阁甲因意见，啊意见吼，互因安尼吼欢喜，讲啊安尼有生一个过年，啊了后我阁有要送因吼，这个伴手礼，啊互因感觉讲啊晚年吼，安尼感觉讲有一个很温馨的过年。东滨爱心会致力关怀弱势族群，长期的付出得到社会各界肯定。爱心会也欢迎认同因照顾力量的朋友，会当做伙加入东滨行善行列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